带侧孔的封边机会出现漏打、打偏、打错的情况吗？针对客户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会不会漏打孔啊？会不会打偏呢？会不会打错啊？这种情况有出现啊，有出现，但是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出现的。第一个，如果说我们这个孔的距离和这边孔的距离一样的同等的距离啊，然后它可能这面打了之后，这面也会打到啊。我们建议客户在拆单的时候把这两个距离稍微错开一点点啊。另外，如果有拉槽，这个槽的宽度与我这三合一圆的大小尺寸是一样的，然后深度同等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打到拉槽的那个孔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呢我们也可以避免啊，通过拆单的师傅啊，因为那个槽的深度和我们这个孔的深度它是有点差距的啊，我们可以调节这个深度的参数进行避免啊。